Hello， 大家欢迎收睇《兼自由换 Loud Talk Cross Border Talk》，忍者热斗咁啊！今次系我第一次即系拍呢个系列啦，咁啊，其实咧我都系纯粹记录啊，并唔系一啲乜嘢嘅攻略形式去拍咁样啦，系啦，咁啊，我觉得咧就即系呢一个咧非常之抵啦，咁啊，确定可获得其中一顶你啊！一张五星的引录卡，即可能是引述那些咁样，咁啊只需要200啫，咁啊因为我储到好多石，咁啊事不宜迟，啊咁啊抽一抽睇下有边一个嘅，即抽到咩引述咁样啦，咁啊拉啦，田六经、雷切、咦，呢一个系乜嘢嚟嘅？即系阿拉杜陀同阿卡拉嗰个嘅，即系点讲啊？风咩啊？风影归还篇啊，好似系冇记错，即系系咯21集嘅时候，哇！呢、這个成日都有噶呢啲，哇！呢、這个系阿英嘅引述嚟喎，应该你睇佢即系打到阿拉杜陀咁样。田六经的即是用螺旋丸咁样啦，拉鲁陀千年杀，萨斯基舍伦南。呢只舍伦眼咧就应该系俾嗰个系啦，即系仲系跟紧阿大蛇丸学嘢嘅时候嗰、那个助助用。因为我之前就抽到另外一个，抽到同幼太之打嗰、那个，咁啊呢个系 Hinata 啦。佢又系 Hinata 嘅白眼，咁啊，其实我系几中意 Hinata， 应该话咧，成个拉杜陀里边咧，即系嘅女角，我系最中意 Hinata。喂，呢个型喎，呢个未见过啊，呢个大佬又揸 pen 又揸锤仔。哇！连中两只，咁啊食咗佢啦，升咗佢。咁啊好啦，今次咧呢一扎嘢咧就我今次抽嘢嘅战利品啦。咁啊最正唔使讲啦，你都睇到金边噶啦。咁啊就系呢个啦，卡田六经对培恩。系啦，雷切 ，OK， 非常好。咁啊，嚟紧可以升只田六经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呢个冇错。呢一个系俾跟大蛇丸学嘢嘅嗰个助助用嘅呢一个眼。OK， 咁啊 ，Hinata 咧都有。
有嘢放落去啦，因为之前咧系乜都冇咁样。咁啊 ，OK 好，今次咧我哋呢一条嘅抽蛋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咁多位观众，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呢条片嘅话，你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，你可以订阅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条片翻嚟再见，咁多位，拜拜。